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鹿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小鹿的环游日记。现在有请我们的嘉宾小太阳登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太阳陆定浩，我是今天的特约嘉宾。对，今天呢就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在迪士尼玩一下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？跟我一起去看一下吧 ，Let's go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城堡下面拍出时髦的感觉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今天我就要来挑战，在城堡下面怎么拍出时髦的感觉。第一招浮头，第二招一定要坐到栏杆上面，不管它多高，就跳上去，就坐到栏杆上面，左边、右边、上面，指一下，预备起，一张，两张，三张。四张，五张，六张，七张，八张。我不知道我经纪人拍怎么样哦。好啊，这就是我经纪人拍的结果。所以说，就是拍照技术也是很有讲究的，不是说随便跳脚就能拍出很好看的照片的。这个也是蛮吓人的。是你偷了我的水果蛋挞？我没有偷你的水果蛋挞。你可以给我开门吗？不要睡了好吗？爱丽丝，是你吗？爱丽丝，我不是爱丽丝，我是陆定浩。不要睡了好吗？醒醒，给我开门！这没有茶会，滚开！我就不走，哼，我就不走，我还拍你的门呢。好吧。迪士尼排队很长，就莫名其妙又要等半天，就是玩不了。所以呢，现在我看好像旋转木马排队没有很少，而且我的梦想呢，就是要在旋转木马后面哈哈哈，就要在旋转木马上转圈的感觉。我去了，看多快乐啊，他们好开心，所有人都充满欢乐的笑容，跟我一样。我要坐白马，好吧，那坐黑马吧，真没有办法挑。欢迎来到爱丽丝的迷宫，这一切太奇幻了。下去，就想到那个感觉，